回你的房间去。但是里面太黑了，有空调冰死我了，刚开的空调。去找你哥，去找你爸，不要找你妈。我就找你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嘛。你能这么麻烦，生个气要这么久。妈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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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说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？妈，差不多就得了呗，还在跟我较劲。跟一个小孩子较什么劲？你还是小孩子吗？我长大了。嗯，你把妈妈的账本弄湿了，你给我认真的道歉。对不起 I'm sorry。 嗯，对不起我妈 I'm sorry。 你最可爱。妈，你气消了没有？还没有怎么办？还没有。对，怎么办？妈，那我们亲你一下就不生气好吗？我们上老师说要团结，不能吵架打人生气。那是邵老师对着你们小朋友说的，又不是对着妈妈说。那我把我的事情交给你了，你要学会呀。 OK， 遵命。还是我妈最可爱。走，试驾。好嘞。